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刀师傅，给大家带来一期这个女鬼的视频啊。之前很多兄弟们说这个想看女鬼视频啊，这时候呢啊，这是刀哥又给大家带来一期这个女鬼视频，萌萌哒的啊，然后加特林就开始手点了，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啊，直接把他给干了。这时候我们发现敌人，好，我们乔然离去，乔然离去。奶奶的，这早大早上刚起床，画图不行了。啊，也是昨天刚买了个前进包啊。怎么说呢？这两天多给大家发一些这个救世主的视频吧，好吧？不能让前进包白买啊，是吧？我打终结者的时候没有包的，直接过来，直接结束啊。啊，终结者的时候没有包啊，但是我们现在换了个号啊，换了个号，然后这个号上有包，然后就他刚满了一个月啊，然后这两天这几次做作品都给大家打一些这个救世主的，一个点一个点慢慢破啊，啊，这个点也是废了啊，非常的精彩啊，破点也是非常之快。这方有个死人啊，这方有个死人，拿加特林干嘛呢？我也是听说了啊，过段时间也是要出那个千变啊，不知道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把钱准备好了啊？是不是准备要入坑了？其实我也好想让，好想玩这个千变。你知道我想玩那什么吗？啊，你们知道我想玩那个千变的什么功能吗？没错，就是那个枪托的三连击啊，就是枪托三连击，我特别想试试。如果有这个枪托的三连击的话，刀枪是肯定非常之爽了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是我战队的啊，之前我也是用他的号直播啊，有没有？然后打素材也是之前也是用他的号的，就打的素材。然后这两天呢，我换了个耳机，然后你们看直播了就一直说啊，你不是冷哥啊，好多人都这样说。我有很大的梦了，一天反正一天到晚都要解释好几次，啊，然后也是快暑假了，然后我这个视频也给大家加长了，有没有？视频给大家加长了好多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吧，是吧？这时候也是被发现被压制的，就是我们没事，慢慢来。下方有刀什么的，唯一 QQ 啊，也是你们说想看这女鬼的，我给大家发的，破个 PV 我们就不要再过去了啊。好，然后呢，这期视频呢就结束到这里，下方给大家听首歌吧。